小朋友跟爸爸说超大风音，超大风音，爸爸。前面而已，前面而已。前面这边。哇！还在，还在。这只好瘦哎，这只风鹰太瘦了，都好像感觉都看得到胸骨。是啊。对。是啊。风鹰，十倍，逆光，超近，十倍而已啊。虽然说很黑，但是离我家很近，就在窗外而已。中午下午在睡午觉，被我老婆吵醒了，又在录影。好，我刚才以为是那一只大冠鹫而已。还在呀、啊？还在呀、啊？哦，我这边拍得到而已啊！你把我挡住。